俺们山兜都是俺这边儿的，这种着的，反正几千亩着的，精选出来的好豆。那豆啥时候翻，啥时候开始磨的一丁点儿的。要搁冬天的都得泡1个多月24个小时，夏天的8个小时都成了。 这磨豆腐，那是累着的，手工大方我的，还能挑水。一天磨俩豆腐，刚开始那是俺个小忙人弄的，入本本传下的老姜，一是保持着现在，100多年的历史了。你看俺累不累哈？你看磨俩豆腐，一天磨俩豆腐，馒头大汗的。 老姜点豆腐的那是稍有点饿，但是吃了是不饿，越炖是越虚。但我看来，如果要是回头不吃吃，你给胖了都吃不出味儿。